好的，好的。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们到这里来吃免费早餐嘞。我这个我们老板挺有爱心的，吃的怎么样？吃的饱，吃的好，吃的忙活上班，谢谢了。今天我们为环卫工人准备了这个爱心早餐，一个是青菜汤年糕，还有一个是高庄馒头。谢谢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用谢不用谢啊。是，吃到嘴里，甜到心里了。好好好好好。